谢谢一同的精彩演绎，这首迷你闪电我跟你说真的是把我电到了。我们再次欢迎雅姿城市彩妆上海系列的代言人，也是我们今天特邀的魅力研究生李一同小姐，欢迎一同来到我们的盛典现场，这样快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雅姿魅力研究生李一彤，非常的荣幸可以来到安利2020超 A 创客盛典，一同来参与属于安利创客们的盛会。看到你，每个人都非常的开心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雅姿魅力研究生啊，是一群美的独到、美的有型、美不胜收的雅姿人。哎，问一下一彤哈，我怎么样？就是。魅力值啊，颜值够不够？那还用说吗？涛哥是非常非常达标的，必须可以的。对，我还想问一下啊，就是也替大家问一下，涛哥平时爱美爱分享吗？美，我比较爱臭美。这样啊，臭美。但这个是个秘密，我只能跟你说，不要说出去啊。好的，大家都没有听到，我们都听不到。非常开心，我也能够成为雅姿魅力研究生的一员。其实最早的时候，我就是流行什么就穿什么，但是后来我发现，现在的90后和00后 Z 时代，都非常非常有自己的一些想法，有自己的创意，会不断地去尝试一些突破，并且大胆地表达出来，也让美和时尚有了更多的惊喜。通过你的介绍，我也更进一步的了解到了，其实他们就是既热爱生活，但同时呢又爱美丽、爱体验、爱分享，而且还会紧跟潮流，分享自己对于美的见解。我问一下一彤啊，就是男生可不可以成为研究生？那必须可以啊。我们当中的男研究生们非常非常的有魅力。哎，那我就放心了。这样，我觉得我们可以做一个这个雅姿魅力 CP， 你觉得怎么样？CP 你觉得怎么样啊？我跟大家讲，说真的，我每隔一段时间见到一彤，我就发现他会有很多的变化，会有很多的惊喜来带给我。这一点从你今天的造型上其实是可以非常明显的让大家感受到的。比如说今天的造型就会有很多国风的元素，让我想到了现在有很多比如说像中国红啊或者国色啊这样方方面面的代名词，都是一种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展现形式。也想问一下一彤，你对这些是如何理解的？就是我平时穿衣服也会这样子去搭配一些国风的感觉，而且传统不是陈旧，当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国风就已经成为当下年轻人打造自我符号时喜欢用的一种风格了。而且感觉这是一股属于 Z 时代强劲的风向标，我认为这是国色正当红。哦哟，这个说法非常好，国色正当红啊，大家牢牢地把这几个字记住。当然我认为啊，上海是一个传统和现代就结合得非常非常完美的城市，而雅姿城市系列彩妆我们这一站也就是来到了上海，带来了全新雅姿城市彩妆上海系列，这是雅姿城市彩妆首个中国系列，所以非常值得期待。那我也了解到一彤是我们雅姿城市彩妆上海系列的代言人，能不能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是什么样的契机你和雅姿就结上缘了呢？其实我当时第一次接触到上海系列产品的时候，就有一种一见钟情的感觉。哎呦，瞬间对眼啊！而且国风的包装元素，现在很流行的一些彩妆的颜色，非常非常符合我的审美观。想问一下一彤，因为我是个男生，所以我呢也不太懂彩妆，可不可以在现场直接跟我们分享一些，就是你在美丽上的小心机？我的小心机，对，我的小心机其实在我的嘴巴上，我个人很喜欢这一款雅姿滋润丝绒唇釉的颜色，辣椒色。辣椒色，你们都懂哈、啊？就作为一个男人，我觉得辣椒色就没有很多概念是吗？对，因为我只知道有红的和没有那么红的两种颜色。就没有，很多男生都分不清，就分不清第三种，这叫辣椒色。对，然后它有一种丝绒的
雾面感，就是它不是很光亮的那种，但是我非常非常喜欢，而且这个颜色很显气色。平时比如说我出席一些活动的时候，我一定会选这款颜色。哦，这个红是属于很有气场、很有范儿的那种。对，就感觉涂上它就赢了的感觉。就赢了，就完全压住全场，就站在最中间。非常提气色的一款颜色。哦，这就是这款红啊，有范儿。气场全开的一个状态啊。还有没有什么必备的单品可以跟大家介绍？我的化妆包里面另外一个必备的单品就是雅姿纤细眼线水笔，你听不明白吧？我懂的还是很多的，我跟你讲。对，它就是一款很非常好用的眼线水笔，不同的画法同时也会展现出不一样的气质，而且让你的眼睛会不灵不灵放电。涛哥要不要试一下，我给你画一条眼线啊？别闹，不许闹。我一直以来啊，出道那么两三年以来哈，我走的一直都是沉稳优雅男士路线呢，低调路线。好，我们都看出来了，就是我比较低调，一般都不是走张扬的那种。有没有低调款的就可以推荐给我用一用？低调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一款非常方便的雅姿三色眼颊小圆盘。说到这儿就觉得这个东西非常非常神奇，因为它既可以是眼影，也可以是腮红，而且非常适合日常的一些妆容，是瞬间就可以帮你提升好气色的神器。神器，对，是的，而且这个眼影呢还可以画眉，还可以画眉毛，对，让你瞬间精神百倍啊。这真，你看现在的掌声和欢呼都是发自肺腑的，因为大家觉得一彤真的不愧是我们雅姿魅力研究生的代表，随时随地都可以和我们来分享变美的秘诀，对不对？是不是很棒？非常好看，真的非常好看。而且这三款单品呢都来自即将要上市的雅姿城市彩妆上海系列，中国风已经吹往全球了。这样大家呢一定要记得去关注即将上市的我们的雅姿城市彩妆上海系列，我们要 get 一下同款好物，好不好？我其实是希望能够分享给大家我自己平时爱用的一些好的东西，让更多的女生能够更自信、更自由地去用妆容表达出自我，去热爱、去分享生活中的美，玩转生活。谢谢，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魅力研究生一彤可以来到现场，也再次让我们认识了一个真我张扬自信的 Z 时代魅力女孩。在这里呢，我们也祝福一下一彤在今后的演艺和人生道路上可以越走越好，收获满满。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祝福。最后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彩蛋视频，一起走进雅姿彩妆上海系列，揭开我的同款美妆秘籍。大家下次再见喽。上海弥漫着新生的味道，我是黎彤，我是 Passionista 雅姿魅力研究生，心情说出来。时代开始 ，Artistry Studio 雅姿城市系列彩妆，国色正当红。